小时。我们今天就要见到好了，我们就是为了看我最后疯掉嘛。噔噔噔噔，麦克风来喽，金色的。行很可怕，等最后打开能不能看就靠这个。
么了？怎么怎么了？贱人！演过戏的吗？哦，这很硬哎，而且还记不住。你没有谈过的那场恋爱，绝技临界天下，你绝技临界天下。好了，当男人恋爱时。活路里面的你们天下，来你先。活路什么啦？绝技怎么天下？那是我啦！啊啊！你是什么？他有没有谈什么恋爱？我没有谈过那场恋爱。当然他没有恋爱那个时候。你没有谈过那场恋爱的时候。对，我没有谈过那场恋爱。你那个什么什么男？你那什么什么男人？什么男人嫉妒时？当男人嫉妒时，当男人嫉妒时，你是哦，嫉妒。耶，我们包完了，耶，非常棒。哇，好专业哦，好帅哦，快要找地老板。而且要看我的人中，对，我有看到你的嘴，我都是用人中。人中在切哦！哇！我们要收尾了，你们不是不是完了吗？尾音我们还有那个鱼，我知道乌还有枪鱼，我们要做四道。对，因为他就怕鱼啊。对啊，我们要跟他打个招呼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好吧，哎，就是把它腌，讨厌鱼，找鱼盘子啊，因为鱼有一种味道啊。但是行呢？行很可怕，等这个打开能不能看？就靠这个。怎么怎么了？怎么怎么了？贱人！不要闹啦，好臭，好臭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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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要录了，没事，不要录，没事没事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大锅煎嘛。哎，谁闹钟？我的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小钟，太可爱了！不会，他是正确，是对的，是对的，是对的。啊，煎炸，煎炸，黑啦，煎炸。他刚刚在我旁边跟我讲说，哎，我不要用炸的吗？我说不要，我用煎的。他说好，用煎的，就用炸的。我手来了。哎呦，救命啊！不要讲了，我要出镜。好，这样好，我出镜一下。你要去尿尿啊？对。尿尿。不要你尿什么？不要！哎，能不能到啊？我们聊天来。你们。怎么有好多问题想问他呢？没有，我最近没什么问题。譬如说 ，no， 譬如说你跟邵雨薇现在，他找到好归宿，好行哦，真的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快啊，要快啊！五六七八一，二，你慢点嘛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十二、十三、一，喂！你太太，你怎么用手啊？用脚啊！而且还在一直抠，不要抠你的脚。那我叫赵曼玉，谢谢。那我梁朝伟，我就叫他邵雨薇。好，那你就是邵雨薇，你是赵曼玉，我是梁朝伟，那你是谁？哎呦，就是我自己啊！你闭嘴！我邵雨薇，邵雨薇，你谁？那你帮他取个名字啊！来，张曼玉、梁朝伟、邵雨薇、吴康仁。吴康仁，张曼玉、吴康仁，按你啥？梁朝伟，按你啥？邵雨薇，邵雨薇是他啦！没有，邵雨薇！邵雨薇，邵雨薇，邵雨薇。喂，演过戏的吗？哦，这很硬哎，而且还记不住。我取一个比较难的，我叫绝技临界天下。你贱呗！什么绝技？这是那我要取我新的电影名字，我没有谈过的那场恋爱。哇！好呀！绝技临界天下。当男人恋爱时，活路嫉妒私家侦探社。活路嫉妒私家侦探社。你没有谈过那场恋爱，你没有谈过的那场恋爱，你叫什么鬼？绝技临界天下。绝技临界天下。绝技临界天下。你没有谈过那场恋爱，绝技临界天下，你嘞？是没有错，你没有谈过的那场恋爱，你没有谈过的那场恋爱，绝技临界天下，你。绝技临界天下。好了，当男人恋爱时。活路里面的你，好，你看，一口气都不记得。活路里面的你，活路嫉妒侦探社哦，太难了。活路嫉妒私家侦探社，伯爵什么鬼的山庄？
绝技临界天下，绝技！你有拍到？你有特写他的眼神吗？我觉得我们玩不完的啦，玩一轮呐！来，你先。活路什么啦？绝技极地怎么天下？那是我啦！啊！啊！你是什么？他有没有谈什么恋爱？我没有谈过那场恋爱。他没有恋爱那个时候。你没有谈过那场恋爱的时候。对，我没有谈过那场恋爱。你那个什么什么男？你那什么什么男人？什么什么？他是男人嫉妒史。当男人嫉妒史。当男人嫉妒史。恋爱史。哦，嫉妒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片商。